上一节我们讲述五行学说的概念的属性，五行学说的基本内容讲述了五行相生、五行相克的规律。第二个我们讲五行自化的规律，就是把生和克结合起来。第一，什么叫五行自化？我们定义五行自化就是五行之间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生克结合，五行之间这样的关系叫做五行自化。这个规律务须大家去背它去，大家得背起。比如五行自化牵涉到三行之间的关系，五行生克都是两行之间的关系，说木能克土，土能生金，金能克木，这三者处于这种状态下有生有克，才能 保持五行木土金之间的动态平衡。仅有木克土无法保证木土金之间的平衡，金有土生金，只有生没有金克木，木去克土，它被抑制，无法保证三者之间的平衡。注意生自化规律是指三行之间的关系而言，它包括生和克，它们互相促进和互相制约，保证了五行之间的动态平衡。这个只要同学们掌握一个什么叫自化的概念就可以了，掌握一种通它这个规律，掌握通过这个概念来联想到它规律，掌握它的基本思想。五行之间要想平衡，单纯有生单纯有克都不可以，必须是生克同时存在，既要互相促进又要互相制约，这才能保证五行之间处于一个平衡状态，才保证了事物和生命过程中处于正常状态，掌握到这样就可以了。第三，将五行称物。一，五行相称。定义，五行相称就是指五行之间相克太过，用四个字，相克太过，五行之间相克太过谓之相称。那么相称的规律次序与相克同，这是第一，就是相克的规律相同，但是被克者更加虚弱，加上后一句话就表述了五行相称的规律。五行相乌，最简单的表述方法，五行之间反克就是五行相乌。那么相乌的规律与相克次序相反，或者说与相乘的次序相反就可以了，它反向的反向，这就五行称物的规律。这个菱形图一，它表达了五行之间称物是同时存在的，在当状态下称物是同时存在的，在表达这样一个思想，有称必有物，有物必有称，这是个经典的示意图了。菱形图说，以木金土为例，当木太过的时候叫气有余，一，木可以克土，二，木可以无金，只要木太过同时产生两个结果，既可以克土又可以，既可以蹭土，这时候异常的蹭，既可以蹭土又可以无金，两个结果，那就是说同时存在，称物同时存在。当木不及的时候，就它的功能低下的时候，也会出现两种结果，一，
筋能够加强对木的抑制，筋克木。二，土乌筋，它不急的时候也是两种结果，一是秤，二是乌。这个菱形图一个核心思想，秤乌同时存在的，同时存在的，这在临床最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啊。比如大家这个例子最经典的说木旺秤土，说肝脾不和，肝脾不调，如果大家治疗的时候确定原则说好木旺，那抗着抑制，针对的重点就调整木，行不行呢？按照这个思想就不全面了嘛。那么旺还同时存在的，所以既要考虑木，还得要治疗肝脾不调，那我就治肝可不可以？不可以，还得既要调肝又好调脾，那么从两个方面来调整，达到木土之间的平衡。读这个菱形图的思想，它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也体现中医学那个系统思想、整体思想，用五行学说来指导临床实践，开一个复方啊，那调整从整体的调节，还有一个重点，绝不是肝有病就调肝，脾有病就调脾的。最简单的方法那是调整两脏，高明的方法调整三脏，调整三脏涉及到治化，调整两脏不是相生就是相克，不是相称就是相无，是最低级最简单的方法是调整两脏之间的关系，高明的方法是调整三脏之间的关系。这将来同学们在学习方剂学的时候，如果认真去读方剂的方节，古书的方节，认真思考方剂的配伍原理，就能把这个思想读出来。第四讲，五行学说在中医学的应用。一，它确立了中医学的科学观。什么样的科学观呢？它和气一元论和五行学说有同还有异。相同的，一，确立了有机的整体观。我们前面讲气的时候说天地万物本源于气，它奠定了中医学中国古代思想家和中医学从整体角度去看问题这样一个观点，说天地万物本源于气啊，天地人三才一体啊，奠定这个基础。而阴阳学说从矛盾对立统一这个角度来阐述了世界的统一性，天地万物都处于矛盾运动的状态。五行学说用五行的属性，用五行的生克制化，进一步详细的论证了世界万物和生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建立起了科学的整体观念。具体怎么做的呢？是以五行为纲，我们看刚才那个表，有时间，有空间，有自然，有人体，从时空、自然和人体以五行的属性为纲，将时空、自然和人体复杂的事物一分为五，分为五类，这是一。二，用五行生科制化的规律来表述时空、自然、人体辅各类复杂事物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天地人三才一体这样一个系统有机的整体观。说中医学的整体观念源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整体观念，那么这个整体观念在不同的哲学学说都做出了贡献，只是在五行学说表现得更加突出。阴阳学说仅仅是一两分法，而五行学就是五身法、五分法。阴阳学说仅仅提到事物之间具有互根、相互联系、相互对立，而五行学说呢，又进一步详细阐明了在对立、互根、对立统一基础上，它们有生科自化这样一个复杂的关系，就这样形成了中医学的整体观。一，
用这个观点看世界，中医学认为世界、天地、人是一个整体。二，看人，人自身各个系统之间也是一个整体，他们之间是具有生科自然化这样复杂的关系。这是第一，进一步科学的详细的论证了中医学的整体观。同气一元论和五行学说一起奠定了中医学的整体观念的哲学基础和思维方法的基础。二，发展变化观。五行之间是不进行生科自化的变化，而且特点又是如环无端，循环往复，就是不断地在运动变化，它变化的形式生科自化，称无胜福。我们这里没讲到生无胜福，仅仅讲一正常的生科自化的关系。通过生科自化的规律的运动变化，而且循环反复不断的运动，奠定了中医学用发展的变化的观点看待世界、看待生命运动、看待健康问题、看待异常的生命过程，而不是用静止的观点。第三，联系作用的观点。五行生科自化反映了五行之间是互相联系和互相作用这样一种规律，用这样一种观点来认识世界，来认识生命构成，来认识人体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中医学认为人和环境是相互作用的，人体各个系统之间又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二，确立了中医学的方法论。第一，确立了中医学的系统的思维方式，叫朴素的普通系统论思维方式，我们在这里称它为朴素的系统思维方式。记住，是朴素的系统思维方式，而不是现代的科学的系统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思维的规律是什么呢？观物、取向、比类、运数、求道，这个思维过程。中医学啊，这个思维方思维过程是源于中国古代的哲学。中国古代哲学气阴阳五行，特别五行学说为我们建立了朴素的系统思维方式，它的基本规律思维过程是什么过程呢？我们看前面讲那个表的时候，事物的五行分类时讲强调说，以五行的属性来类比，是用类比的方法将事物进行分类，分为五个系统，在这个基础上运用五行生科自化的规律来阐述事物之间的关系。说第一，要观物，类比类比，首先要观察事物，观物要取什么？取这个物的形象，先观察，眼好看后看事物的外部的形象取向。比类，用五行的属相来去类比所观察的各种各样的现象，把复杂的现象一分为五。在此基础上运用五行生科自化的规律，就是运数，来说明事物之间的关系，最后得出结论，阐述了事物之间的发生、发展、变化规律，叫求道。这是中国古代哲学所确立的东方的典型的思维方式，叫朴素系统思维方式。它具体的过程归纳起来叫观物、取向、比类、运数、求道。
中医学用五行学说来说明自然，说明生命，说明健康，说明疾病，就是运用这样一个规律来的。比如辨证论治，四诊合参，先取其象，观物，通过视诊望闻问切，要看这个病人表现的异常生命现象，看他之象状态，通过这个现象来取他的象，取他的象。我们前面讲这个用五行的分类，那些象它表现的正常异常现象，分析它异常各种各样的现象，对这些现象看它按照五行的属性，它和谁像，它分别纳入到五行那个五类里去，然后呢找出脏腑经络之间的复杂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异常，运用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乘无规律找出他们的关系，最后得出结论求道，做出一个判断，辩证结论出来。比如说肝脾不调，说木旺秤砣，这肝气横逆犯脾，那有肝气横逆的病理表现，根据这个表现现象都收集全了，然后看这个现象按照五行的属性它属于哪一类啊，它属于木类，我们才能判定肝气横逆。运数根据五行的生克规律，肝气横逆木旺必克土，这是一个结果。二，木旺也可能戊金，那么到底是仅仅是木旺克土呢，还是既有克土又戊金了呢？那就是根据这个相来决定运数，掌握这个规律，仅仅根据这个相客观实际最后得出结论判断求道啊，仅仅是累积到脾没涉及到肺，那么得出结论木旺克土，肝脾不调，这就是中医辨证论治的过程，也体现了这个朴素的系统的思维方式。这五行学说这个系统思维方式，这思维方式比气所奠定下来的整体的系统思维方式和阴阳学说所奠定的那个系统思维方式更加缜密更加严密，得出的判断更加准确和具体。第二个方法论就是五行分类方法，我们前面讲个阴阳二分法，五行学说给我们用五行的属性对事物进行分类，建立一个五分法。因此在中医学理论里面，所有的事物都分五，比如七情纳入到五行变成五字，虽然我们讲七情，可是最后用五行来说明的时候，讲这个情之间的关系，它分别和五脏和五志相对应，它不说五脏和七情，那么把五七去掉两个，目的就是为了纳入这个五行系统，符合这个五行分类方法。除了个七，它既不属于两分法，那么又不属于五分法，那怎么办呢？那把那两个人为的把它去掉，变成了五分法。这个五分法就比两分法，就从分类学来说更加细致，分类更加细致，使人们的认识从抽象进做到具体。这就是在中医学领域里面常用对事物的分类方法，从逻辑上面来说就是二分法和五分法，除此之外还有好多分法，但是最常用的就是两分法和五分法。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前两者确立了中医的科学观和中医学的方法论，这是最重要的。下面用这个科学观和这样的科学方法论来论述中医学的基本问题，这都是举例子，基本问题。
一，用它来论证人体的生理功能。一，从结构上把人体的结构划分了五个系统，我们看前面那个五行分类的大表，把人体的结构分为五个系统，是以五脏为中心，这样的五脏的结构系统成为中医学的结构理论，系统的结构理论。所以中医学强调脏腑七横之腑，脏腑经络是通过五行学说，用五行的属性经过类比来将人体的脏腑一腑。那么脏和腑之间呢，脏和腑呢是以五脏为中心，由脏由腑由肢体贯窍，就人体本身建立一些以五脏为中心的人体五脏系统的结构，形成了中医学的人体系统结构理论。二，用它来说明脏腑的生理功能。大家注意，这句话应该进一步限定，中医用五行学说，以五行的属性为据来类比五脏系统，类比五脏，用五行的属性来说明五脏的生理功能，仅仅是注意部分的说明五脏的生理功能，并没有完全的说明生理功能。比如说木曰取直，用它来类比肝来说明肝主疏泄这样的功能。那么如何来解释用木曰取直解释肝藏血的功能呢？就解释的理由用木曰取直论据就不是那样充分了。因此各个脏腑的生理功能都是一样，因此以五行的特性为据，严格的说它说明了五脏的主要生理功能，而不是全部。我们把那个主要都去掉，从最一般的规律来说，中医学建立五脏生理功能的时候，建立生理功能这个学说的时候，是以五行属性为据的。在建立结构系统的基础上，又来进一步说明它的生理功能，根据五行的属性类比脏腑有这个特性，它就有这样的功能，仅此而已。我们今天看它只能是上述了，就是以这个为据论述了五脏的主要生理功能，而不是全部。第三，这是它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它论证了脏腑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脏腑之间生科自化的关系。脏腑之间的关系，我们讲五行的关系仅仅讲到生科自化这部分内容，五行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五行互藏这样一个概念。五行互藏，什么叫做五行互藏呢？就是五行之中还有五行，比如木行，木行本身除了它自身之外，它还包含其他四行，就它自身除了它本身之外，它存在的关系还包括和其他蕴含着其他四行的关系。这在咱们中医学，在张景耀在内经图义里面表述的最详细。在内经五行互藏的关系并没有明确的表示出来，而中国古代哲学五行说却把这个概念论述得很清楚，引入到医学是在张景岳里面明确提出来五脏之中还有五脏，提出了五脏互藏的理论。那么
生克自化，再加上五脏互伤，就是五脏之中害有五脏，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这个系统思维的整体观不是一个平面的，也不是个线性的，更不是个平面的，而是一个立体的思维。说五行生克自化，每一行还有上下左右五行互伤，还有其他四行，那五行之间有生克自化关系，每一脏自己，每一行自己都体现出了生克自化的关系，一种一横形成什么样的思维呢？就像国外的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和系统专家评价中医学那个五行思维是一个球形的网状的思维结构，说最科学最高明的一种思维结构。这在英国著名的生化专家科学史专家李约瑟的在中国科学史里面做出了很好的评价，有机会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书，您是外国人的眼睛，用外国人的眼光来考察中国人的五行学说。说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特有的思维方式，说非常高明，它体现了现代科学思维方式，这样的评价是不为过的。在我们这个本科生教学大纲中，在同学们，我们只能讲到，仅仅讲到生克自化，或者说仅仅讲到了一个平面的关系，还没有讲到了一个立体思维的关系。五行互长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难度很大的一个概念，这个原理，这个在不是在本科生上去讲，那么在研究生、在硕生、博生当中去进一步探讨去。现在咱们国内的研究思维科学的一些专家在研究五行的思维模型，五行思维模型，研究脑科学的专家在用五行互长、五行生克自化研究脑科学，研究人的思维模型。第四，他论证了人体环境的统一性。我们看原来那个表上面讲过那个图表，五行事物分类的表，以五行的属性为例，和自然的各种现象、时空的现象类比起来，形成五个系统，旨在论证事物的统一性，论证人体和环境的统一性。这是从五行学说来论证。气一元论，从天地人本源一气这个角度来论证天地人三才一体，人与环境是一个统一整体。阴阳学说用阴阳对立统一这样的一个观点，从矛盾对立的观点，因为世界运动的基本规律就是阴阳阴阳，那么自然人都服从的规律，就这个一讲论证了人和自然是统一性。五行学说以五行属性为据，将自然现象和生命各种现象一分为五，分别纳入了木火土金水五个系统，在此基础又通过生克自化这个规律来阐述了人体和自然之间这个同一系统和另外系统之间生克自化的关系，进一步论证了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整体，建立起了中医学的科学的整体观念。第二，用五行学说来阐述人体的病理变化。这一点只做这同学们做一般了解就可以了，就是我用五行学说来阐述病理变化。一，用五行来说明发病的规律，叫主时发病。主时发病给出这个表，就五脏和五时之间的关系，这个昼夜的关系，了解就可以了啊。
那么主湿发病，说肝病就春季易于发生肝病，因为肝和春它们属于同一系统，就这个叫主湿发病。以下以此类推，说肝病旺于春，那么心病旺于夏等等。除了一般规律之外，还有一个非主湿发病，那么就受什么呢？受五脏之间这个生克自化规律影响。一般规律就记住主湿发病，就一般来说肝病在春季容易发病，心在夏季容易发病，肾在冬季容易发病。为什么呢？在五行分类，五行分类它们属于同一系统，这就可以了。讲一般规律还有特殊规律，既有主受主湿发病的规律所制约，又有的不受主湿发病规律所制约。中医看问题非常全面辩证，既讲一般规律，又讲在不同的条件还会有特殊规律。二，用它来说明疾病的传变规律。疾病传变规律，一是按照相生规律来传变，那就是母病即子，子病即母，这样来传变。那么先因母脏有病，以后累积子脏，就称之为母病即子。比如肝病传心，肾病传肝，这个字就错了。说肝火旺盛，这个人肯定是出现心火上炎的表现，这是必然的。那么由于相生规律所决定的，说肾有病，肾阴不足，肝阴一定不足，因为水能生木啊。子病即母，又叫子道母气，说子脏有病，必然累积母病。这从相生规律说，说肝有病，肝火子盛，肝气郁结，也可以损伤肾的阴液，也会损伤肝肾的肾经。说心有病，心火子盛，同样也会出现肝火的改变，这是必然的，这是必然的规律。那么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就是按照相生规律传变的结果，成为母病即子和疾病那个子病即母。按照相克规律传变，一按照相称的规律传变，二按照相物的规律传变。说肝旺秤皮，说肝旺必炎克脾土，肝有病那必炎传到脾，这是必然的规律。所以金贵讲说见肝治病，知肝传脾，这句话根据什么来的呢？理论依据就是按照相称规律，只要有一脏相出现旺，太旺它必然的结果称脾，太过的时候这样，那么不及的时候呢，不及的时候呢，会出现脾虚条件下，肝也会表现为秤脾。那么肝太过可以出现，脾不及也可以出现，结果肝旺秤脾。相物传变，正常情况下是金能够克木的，现在肝太旺，这个时候不仅金这个肺不能够抑制木肝，反而受肝的制约。这种情况就是肝旺无金，木火星金，木火星金一个中病理学概念，木火星金那就是肝旺无金，反无金。肺气虚的时候，肺本身功能虚的时候，虽然肝不旺也会表现出来的肺虚肝无这样一种状态。容易理解的是一方到太过最容易理解秤，而难以掌握的是反污的时候不容易理解。但是有一条必须记住，我们前面讲
生抗害成绩的菱形图，得出一个念这个菱形图，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一旦发生相称，任何一行是称和污，它最终结果称污同时存在。既然是如此，任何一脏有病，一旦出现相称，必然出现相污。那就是说，三脏同时发生关系。这个在病理上也反映出了整体的病理。这个总的就是这个图，就是以肝为例啊，讲它和四脏其他脏之间的关系，就是一脏一旦它有病以后，通过生科就是相生关系传变、称污关系传变，会是导致哪些病？第三，用五行学说来判定疾病的预后。一，按照五脏的节律来判定预后，预测病情的预后，按照五行，再用强到牵涉到五阴六气了，那么按照五行的年节律，春夏秋冬，就五行和五季之间的关系，一年的变化，那么死病就是容易在什么时候发病？我们前面讲春季容易得肝病。一般来说，判定病情的轻重是按照循节律来判定的。那么病尾都是按日的节律，在一天当中，木火土金水谁当令，24小时分开来判定什么这一天当中什么时候病情加重。如果判定病的病尾，那么判定病的轻重呢，是以时日为计来看，用他们的五行的所属，通过五行生科自化的关系来判定病情轻重。一般来说，相生的病轻，而相克病的重，按这个规矩引证张自聪这个《黄帝内经·素问集注》一句话，他说：“死病则以岁月计之，用年节的计之，在一年的五行属性来判定什么时候发病，主治发病；病重则以循以期之，以循节律来判定病的重轻。说重视则以旦其木之子，这个重就是死，以日节律来判定。这部分内容仅做一个概念的介绍。那么本科生不宜讲这个东西，不一定讲这个，仅叫知道主司发病的规律啊。一般来说，那么春季肝有病，夏季心有病，那么冬季肾有病，仅此而已。要讲年节律、循节律、日节律，就涉及到五阴六气一些基本常识。作为硕士生、博士生阶段，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把这个概念搞清楚，搞清楚。它对于我们推断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规律是有好处的。就是中医学在判断病情的发生发展的规律预后的时候，不是凭空想象的，它是有理论依据的。那么理论依据之一就是用五行学说来，以这个五行学说为据，按照五行生科自化的规律来判定病情的发生发展变化。第二个，用它来预测疾病传变的顺利。一般来说，按照相生传变称之为顺传，称之为轻，那急预后较好。相反，按照称污传变叫逆传，病情比较重，就是预后不好，这个意思。这仅仅是个一般规律，一般规律。所以说顺传和逆传，这取自于难经啊。这个什么叫顺传和逆传，在不同的著作里面解释不同的病理发展传变过程当中，它的概念内涵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面是就相生乘污传变而言，两者相比较而言，相生传变病情轻，愈后好，称之为顺。反之，乘污传变病情重，愈后不良，称之为逆。在这里面注意，是在相生传变和乘污传变这样的特定的条件下，说传和逆传它的概念，说相生传变定义为顺，乘污传变定义为逆。舍此条件，这个顺传和逆传的定义不存在的。一定要注意使用，这不强调咱们中文讲语言学讲语境语用，在语言环境下顺传和逆传的语用它的功能，顺传表示到是相生传变，逆传表示到乘污传变，离开这个语境不能这样表达。这学中医难，那学中文也难。中医的表现符号，表达的符号就是中文讲究语境语用，那么在这种特定的语境下，它的语用发生变化了，就它的意象发生变化。我们今天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换句话说，将中医学的医学哲学、气一元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全部讲完了。重点需要掌握气、阴阳、五行的概念，其中难度最大的就是气的概念。气是肉眼难以看到的不断运动的精细的物质，运动是气的属性，气的运动表现升降出入这种形式，它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又表现为形与气，聚者有形，散者无形，表现为形气的运动状态。这个形气的互相转化，这个运动过程称之为气。那么在哲学上，气气化，那个升降出入称之为气机，气气化气机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术语，我们移植过来来说明一生命问题。阴阳学说，阴阳是表示事物属性的一个概念，属性概念是指阴气和阳气的物质及其物质的属性这样一个概念。阴阳是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基本规律，而五行学说是用五行五种物质及其运动变化来说明世界的本源及其物质世界的多样性。这三个学说为中医学确立了中医学的医学观，一承认生命物质的，二生命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的，生命运动的规律要遵循气、阴阳、五行运动变化的规律。二确立了中医学的科学方法论，奠定了中医学朴素的、系统的、整体的、辩证的科学思维方式。中医学就是根据这样气、阴阳、五行学说所确立的自然观、医学观和科学思维方式，乃至于具体的逻辑思维的方法，来论述医学的问题。
从生命健康到疾病，乃至于养生保健，就是用这样一种这种学说，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来进行论述的，构建了中医学理论的体系，回答了生命的基本问题，回答了健康疾病的基本问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和优势的中医学理论。在中医，这就决定了中医学理论当中，我们中医学所使用的本学科所建立起来的科学术语、科学概念，使用的术语，既有本门学科的术语，又有从气、烟、五行学说、哲学学说里面移植来哲学术语，形成了哲学术语，既含形式上是哲学术语，而内容上既有哲学的含义、层次含义，又有医学本身的具体物质科学、生命科学的含义。所以学习中医理论，无论学习每一个概念、每一个术语，必须搞清楚它是中医学本源，它在什么层次上来说明问题，是站在哲学层次来说明问题呢，还是站在生命科学讲具体生命过程问题来说明问题呢？这才能把中医学的基本概念学清楚。由此我们也得出结论，由于汉字具有多义性，而中医学必须用汉字这个语言符号来表达中医学的理论，因此也决定了中医科学术语的多义性。说中医学反映的内容，语言很简练，内容非常丰富，思想深邃。这种思维方式有别于西方的思维方式，就形式逻辑线性思维方式，就是更和一个概念、术语、意象的单一性、线性的关系。所以学习中医理论，不仅仅是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气、意、元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逐步地建立起中医的科学思维方式。好，今天课程到这里。